好，我们今天要玩 Switch 的游戏哦。蛋糕。我们有玩过体验版，体验版叫什么？蛋糕大作战。所以我们今天下载了正式版，要花钱下载，它叫糕点乱斗。哎，因为超好玩、超好笑，然后很有趣。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，玩到都玩到流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一直打爸爸。对，他们两个一直欺负我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正式的分享这个游戏。对，出发，出发。哎，走过去碰到糖果，开始喽。然后他可以打。电脑好强哦！来 ，Olu Ken 啊！我想追其他人，不要追我啊！喂喂喂！我先跑喽，再见！你说我，你先跑了。Olu Ken 先打了。糖果来了，糖果来了！别呀！快跑快跑！快快！糖果来了！耶！都是我的！我先跑！赶快吃吃吃吃！我打射边了，别跑！我发光，我发光！哎，前面来了！小鸟来了，我要进来追一下别人。喂，快跑！啊，不要跑，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，走到这边，天啊！欧肯，欧肯，欧肯，奥利卡！哎，有我打了，有我打了！哦，小鸟终于走了。我的，你那好快，一直想打我那个电脑。打他，打他！哦耶！哎，让我，欧肯，欧肯，快点跑，跑，跑！快点吃吃吃！走开！我好多的哦！哦，哎，哥哥最多。哦，打哦哦哦哦，打了打了打了！我打了打了打了！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！喂，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！我打不中啊！我跑跑跑跑！牛牛来了，牛牛来了！快跑！别压他了，我来接你这里。五四，不要再追我啊！不要追我！侥幸胜利。我想要玩蛋糕的那个，好，小心有叉子。哎，真好笑，有没有？它这里面游戏很多，然后它有每一个房间。那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有很多都还没解锁。开始。糖果，糖果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！给我这个，给我的。好 ，Olu Ken。等一下，我蛋糕掉下来，蛋糕掉下来。我躲起来了。我要找爸爸。哎，他最多，他最多，打他，打他最多。可怕！哎，电脑，电脑啊！电脑，电脑，坏坏！电脑第一名了，打电脑 ，Olu Ken！ 我们的敌人是电脑。哦，我的去！谁想打呀？你的来！电脑，打电脑！哦，啊啊啊！现在可就是第一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快吃，快吃！和 Olu Ken！ 快吃，快吃，打他！下来！有人要来被打！欧鲁肯，看欧鲁肯，别瞎说！欧鲁肯，准备有人要被打了！不是，我要电脑！阿妹啊！我要电脑！我要电脑！阿妹很危险啊！看欧鲁肯，我电脑打我！就我要电脑！喂，拔最多，拔最多！大爸爸，拔最多，大爸爸最多！啊！平手吗？啊，哥哥第一！我们三个，三个一样。好，我打
好，我们换另外一个模式，另外一个模式。水果。哎，换另外一个模式。我想要放个蛋糕的。我想水果是比较难的。水果鸡豆站。先从鸟的，先从鸟的。鸟的不要。你就慢慢开就可以有了。打扰了。好，这是水果派鸡豆，就是针对。还有分普通草莓。水果要丢到派里面。对。看谁丢的最多，用分数哦。我就给。我就给。结了。你来打。喂。我要乱。哎，有人会乱打人吗？快点，他要去打甜甜圈。快点，是这个时候。哎呀，快拿。不慢，起来。快。好快。拿这个。我打。我就是砸你的手，我就接走。不要拿，不要拿！我要。哎，给我，卡住了。不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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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了，不要给他。电脑赢了，电脑赢了。爸爸，结果鱼棒相争，他说我本来想鹤棒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本来想打电脑赢的，那不要抢我的啦。换另外一个场地。爸爸。我要打你！换那个场地。我想要换那个叉子的。我干嘛？这就是后果。两个人一个抢，一直抢金色的。现在是水果派鸡豆的第二个场地，在室内。开始。来喽，我先丢进去。谁拿？我进游戏，进游戏。好，开始。我拿我要先打一下人。我这个小刀不放过。我先你拿。谁呀？很强啊，那电脑很强啊！你认真做工作啊！认真玩，打我！这个糟老弟是谁啊？想打人？啊！你去吧，我有第二分钟啊 ！Yes！ 再来一个大笨蛋热狗，热狗给我走开！不要不要，走开！不要！快点！快去打人！电脑强哦！
他都很专心在做任务哎，哎，电脑，是吗？哦不，哦，被输给电脑了，电脑太坏了，被输给电脑了，就差两分，对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两个主题的游戏，它有两个模式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叫糕点乱斗，然后试玩版叫做蛋糕大作战，哦，那个分享给大家，它后续还有很多很多的可以玩的那个模式，我们还没解开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拜拜，我们要继续把它解开模式，Go。